日前，因出演全裸蛇界新金瓶梅静态电影，在娱乐圈风尖浪口的新潘金莲、龚岳飞高调亮相上海国际车展。龚岳飞身穿黄金战甲，舞手弄姿走秀，其抢眼的黄金甲造型春光乍泄，大秀32G 神器，半裸暴乳格外引人注目，秒杀众多车友。众所周知，龚岳飞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身材好，傲人高挑身高46公斤标准体重，加之最有看点的 G 奶巨乳，无一不傲视群芳，成为当之无愧的天使面容魔鬼身材。其所拍摄的照片都堪称绝世珍品，往往看上一眼就让人难以忘怀。此次现身上海车展，龚岳飞保留其以往的一贯作风，将其好身材尽显无疑，春光乍泄也毫不在意，一举手一弯腰都引得台下尖叫连连，闪光灯狂闪。身着半裸黄金战甲和金色小短裙的龚岳飞，魔鬼的火辣身材吸引了众多车迷围观，谋杀不少舍友们的飞临，将现场观展群众的热情带到一个又一个的高潮。酷六娱乐余文速递为您整理报道。